我还想不到要穿什么，所以我也还没有换别的衣服，就试过了。不是在这吧？再睡一下吧。什么意思？等一下，你们什么意思？我很早就醒了吧？外面闻到一种臭酸味，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酸掉。我拿了包子进来，嘿，包子烫，哦，是这个抹布，好臭哦！我要赶紧拿出去。可是你吧，这到底弄到什么啊？好臭！吓死了！想怎么那么臭？开着门。没洗，应该是有洗吧，只是很长，不是抹布很长，有味道就洗不掉。我的床垫往下掉了，算了。嗨，包子又不见了，在旁边。不是啊，真是很可爱。我等一下换件衣服。等我化完妆，有人还没有收到那个吗？生日贴吗？好饿哦，决定先吃东西喝。嗨嗨，又没化眼妆，对，我又没化眼妆。我说我想要化大地色，就这种咖啡色的。好像很欠揍，好可怕！越抽越黑。哦，然后欠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第一次抽哎，虽然上次我就有乱录小慧他们的。好大一个，其实没有很小，跟我手掌差不多而已。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哦，音乐太大声 sorry， 因为刚刚没有那个没有声音。早安啊各位，再看他了
先不要画眼妆，这个包子有点有红点，它没有红点啊。有还没收到的吗？生日贴，不管是我的还是那几前辈，肉包。那里有红点。谢谢虾，收到了，两件起来。有人拿到特别版吗？这是我在上面画画的。我去拿筷子。有啊，有特别版，你的普通版没有啊？特别版就是那个啊，我在上面画画的，它都会有稍微断水，但是如果断得很严重的那种，我就有画画。而且我每个 NI 的 I 上面画的都不太一样，虽然有些会比较会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些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多星期，外国的比较，国外应该会比较久，要过海关那些的。当然是靠运气咯，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好吗？没关系，有什么？生日会的签名版也可以再靠一次运气，每一张写的不太一样，可是有些就是单纯签名。我有写日文，然后有写中文，也有写英文的。韩文吗？没有。我原本想说要不要写韩文，可是就想说，可是这团体是日本团体，就想说还是就写日文就好了。泰文。你就知道老师的时候才跑来找我。特别版加成，要不是阿北前阿北上前辈，阿北上就可以了，对不对？真的蛮闲的，但他很厉害啊，可以用花束画画，我真的觉得可以用花束画就很厉害。怎么样？没音乐？嗨，你知道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啊，两只一样都在我床上，然后 Coco 他直接睡在压着我的脚，哎，我想说也太重了吧，10公斤压在你脚上睡觉。
我觉得超好笑。然后想说起床怎么感觉脚很重，还好没麻掉。你干嘛？不行，笨蛋。现在很想去，我不会揍他们。信婷，你很久没有来，然后你就给我呛我说什么两根短腿有什么好的？在。Coco， 弟弟坐在旁边干什么啊？逗你的画面。人家是鬼压床，是犬压床。坐下。我。然后今天早上很好笑，我今天起床两次，然后他就突然冲到我床上，没有，他先在我床边看着我这样，然后说你干嘛要看着我，然后他就冲上来，踩在我胸口上一直舔我的脸，然后说你在干嘛？你是不是想要吃东西？可是我不会起床的。你那时候还太早，那时候才八点多。没有啊，那时候很早。我回去可能差一点觉得要被踩死，而且他是一直踩在上面的那种，还在吞口水。对啊，谢谢分享。弟啊，你那么晚起，寒假前根本就没有时间放假，所以我每天都很早起。欢迎佩拉，我寒假前最晚起就是大概九点的事情。八九点吧，那时候最晚了。早早八点，什么意思？人好变态，人好事。接到我口里的十号二哦，今天有抽到你的签名照。你说三血吗？哎 ，Coco。你知道 Coco 弟弟啊，两只体型差很多。然后，但是只差一公斤。放给 Coco， 他是弟弟。要把里面那个有咸的地方咬掉。很饿呢，
姐姐没东西吃了啦，你姐穷鬼。弟弟看起来很瘦哎、欸，可他11公斤而已，然后 Coco 小胖10公斤，然后一很小一只这样。我哪里欺负他了？哎哎哎！我之前有一次吃总会三明治，然后我只是漏一截这样，因为太大了，然后我塞不进去，然后就漏在外面，他就给我咬掉，直接上来我嘴巴那样咬掉，然后我就哇，吓死！不太会，他底下，他只是拍不进来。他们不可以吃太多这个，因为人类的食物对他们来讲真的不太好，因为太咸了。咸或太甜的东西，这样容易掉毛。他们已经换毛够严重，你还要让他们掉毛？给他填空碗。里面超空的，都长这样而已。你们去吃你的饭啊，为什么要吃我的东西呢？早安上班寡听，不很好吃。他在干嘛？谢谢 Ricky。洗碗机真棒，真可爱的洗碗机，得不到的呢。别人的比较好吃，不是真理吗？是啦，每次要吃一口别人的这样。属性差不多，可它超像猫咪的。你看，现在这样就很像猫咪。我妈昨天晚上就是突然就开我的门，然后弟弟那时候睡觉，他就也被吓醒，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还没睡醒哎。”个性像，欢迎吴、哦，怎么了？吃不到北宋哦。他就这样，我妈就突然开门，然后眼睛都还没有开哦，他就没听，然后我妈一关门，他就这样倒下去，超好笑。
痴痴的望着你，好重。他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化妆。生气，那就不能吃嘛。晒太了，甩太吧。你把我两只手的牙醋姐姐要干嘛？去问握手会怎么带太太去？当然不行吧，这样你们就握他就好了。哎，这样会不会多一点人来买握手券呢、啊？我的握手券到现在还没倒数的感觉。满布是几张啊？怎么塞进去？你是鸵鸟吗？350哦，它是鸵鸟吗？我头发今天超直超顺哎，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往外翘，应该是没有了。大家一个一个在关布了，我呢？我来看看我现在到底是怎样。我觉得我的数字都还没出来，但不意外了。握爪会很臭呢，他嘴他脚超臭的。洗脚脚不行，只喜欢你，你还不努力把大家倒数。寒假作业写完了，我的寒假作业是要用下学期班展的事情要写剧本，但我们这组已经写完了，很快，所以代表是我也写完了吧。对啊，不行耶，一定要去用那个
天天的网站才能看得到。哎，主导演戏，没有，是整个班演一个戏。你干嘛？汪汪汪！早安啦！终于了解自由，哎，好可爱哟！是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数字出来？因为我看到安安的好像也在倒数了。再偷看一下，你的在写错了，还没对吧？什么数字？倒数的数字。合照会有倒数的数字吗？我其实不知道，我知道那个有。干嘛？安的停很久了。哎，可是我昨天才看到的样子，是 Coco 啦，没事。合照会没有。谢谢刘建国。你冠伟哦？什么冠伟？偶尔会莫名的光顾，大部分猫也怪，但要怪的猫咪就很怪啊。我合照会有销售状况的数据，从这边可以看得到镜子，然后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机壳。你家姐姐都不用化妆了，对 ，baby。26，什么26？你说握手会还是合照会？其实我觉得合照会比较有纪念价值一点点，但握手会的话就是可以碰得到我们吗？合照哦，合照是那么少？还有谁要来找26个人？找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还有谁吗？同学啊、婶婶啊、叔叔啊，哎，你要掉下去了！还有你家狗狗啊，都来找我拍照好不好？其实握手，其实合照会不可以聊天，只能讲一句话就要走。其实。衣服出不想爸爸有啊，我昨天有说啊，妈咪送我的生日礼物，你们那天就会看到了。我等一下化完妆再来换。耶、yeah, ，我的，欢迎 Monkey。Hi, Alan Chen. 你看，是我。对啊，是不太会阻挡，而且我可以对着门口大喊啊，只要你们可以大喊的话，假装讨论姿势，反正我只听得到滚。先放旁边。如果没满时间，像上次啊，就是我就是时间就是很空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要干嘛他们也不会说怎样。哎，
可以在坟头死的女。OK。你就死都不要去找诗雅。欢迎 Alan Chen。跟他说滚。在门口拿月亮。哎 ,Hello。你们都是想要有想要我准备什么小道具让你们拍吗？因为其实我们准备的道具是你们可以碰的。像上次我拿了我睡觉旁边两只娃娃，没有要拿，可恶！你们真是可恶！在我那边呆那两只，重死了，也不是重了，就很挤。你不要看我在其他地方，我会看得到的。不敢拿，可以拿，其实可以拿的。我有说可以拿。带彩彩，不可以带彩彩啊！还是要带这只，还是彩彩啊？大胖，他叫大胖，一直在楼上是吗？就边买饭边看，这次有东西拿吗？可以啊，合照会就是上次那样子。带彩彩，所以要带他吗？你们要的话，考虑带弟弟吗？他很不受控哎，可以不要吗？非常不受控，而且在那边乱大便乱尿尿的话，我要亲哎！你们看那个捡屎官那样子。你戴耳机，直接跪下。你当然只能跪了啊！你还想干嘛呢？有书就乖乖的吧，但我不可能一直给他吃啊，会胖死。把声音开大一点，就可以边走边听了。求婚，至少是一个官位啊！好乐观哦。大胖啊，不对，我这边有镜子啊。大胖就是我刚那个，刚那只彩彩。抱卫生，感觉好可爱哦，他很小吗？很小，几岁？核桃花的第十一步，对啊。
去年十月，好小哦。我想抱他哦，我超喜欢小孩子。但是是别人小孩子乖的那一种。说要画大地色，但是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画。看起来不到一岁，很乖，不太哭。谁不喜欢不乖？谁喜欢不乖的小？我也不知道。这边可以看，可以啊，我想看看。却愿你。我不是说我有个小表妹吗？她现在快要四岁，但是还不太会讲话。其实我有点害怕，就是都要四岁还不太会讲话，那怎么办？哭闹都不行，而且他脾气很差，他其实脾气蛮差的。小孩子很多都很可爱，好不好？没有，他们家的脾气都蛮好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所以才会用凶的方式。可是他妈都跟他都会跟他讲话啊。他妈妈都会跟他讲话，然后就会，我就想说他都要四岁了，还不太会讲话，那怎么办？可是他是知道我们想要干嘛的，他听得懂我们要干嘛，但是他就是不会讲。可是他会讲英文，很怪吧？然后他影片也看日文。我想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日文的？虽然小时候的国际化是蛮好的啦。像他现在讲蓝色啊、黑色啊、粉红色啊，他都不是讲中文，他是讲说我要 pink， 我要 blue。他只会讲那种很简单很简单的话，但是再深一点的话他就不会讲了。或者是个天才。然后我就问他说 blue 是什么颜色，他不知道中文是什么。然后我就哇，这个小孩子是要往英文发展了。然后我就说那这个是什么颜色，那时候我指一个黑色，是什么颜色，他不知道。我就说黑色 black， 然后他就讲 black， 然后说 black 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我就说我刚刚在讲，我说黑色，这是黑色，然后他就讲 black， 死都不给我讲中文，太早学外语 ，A B C 吗？我觉得超好笑。死都不给我讲外语，死都不给我讲中文，这一定要 black， 一定要 blue， 一定要 pink。然后香蕉他也会啊，他会说 banana。亲爱的，你会讲中文吗？你的中文还是很重要，你知道吗？你不要跟你姐姐一样，中文差。
要天分是啦，其实蛮算开心。他大姐很聪明，他大姐拿市长奖毕业的，国小市长奖毕业。投错两次。中文、英文都不行，该怎么办？投胎了，这个能怎么办？嗨啦，嗨度。肯定要重练。对啊，那怎么办？他之前还会讲一个日文，但是我忘记那个日文是什么了。三岁小孩跟我讲日文，我这做姐姐的到底在干嘛？这做姐姐什么都不会，真是废。那我跟你十五岁差，这是语言天才。现在吃饭，拜拜。我也觉得他语言蛮天才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从小习惯的语言就很重要了。因为现在都是弄那个嘛平板，他现在都在玩手机玩平板，然后都是看影片那种的，然后都看佩佩猪啊，因为佩佩猪在YouTube 上面比较容易找到是英文版，我记得是英文版，然后就会就是看佩佩猪，然后学英文这样子，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有看一阵子是在看那个日文的影片，然后就想说我都听不懂了，他怎么会听懂？他真的想要当外国妹啊，是不是？你到底应该哪里乱呢？好聪明！哎、欸，乖乖，你突然出现，我刚没注意看到你，谢谢你呢。那都算了，他开心就好了。可是如果……之后要我自己生小孩，然后死都不要，应该是不会啦。我应该就养毛小孩而已，算还很久，还很久的事情。但我应该就是真的不会，又觉得小孩好花钱哦，光是我觉得我自己就很花钱。跟林慧玲喊，我不知道他日文到底听不听得懂，但是我知道英文他一定听得懂。上辈子小学生能力很强，真的很强。我就是这样想。饭食偶像是不是？
零花钱当然花钱啦、啊，你可以去问妈咪。你光是问妈咪，你就知道我多花钱了。光是一个不是我的亲生妈妈，她就觉得我很花钱。所以我看到你有传讯息，我应该会去吧，只要有空就会去。很好笑，我们一个小孩的话题可以聊很久。明明我就没有小孩，只是因为我家兄弟弟弟妹妹很多，弟弟只有一个啦，有没有？有两个，我弟跟我表弟，然后我妹妹很多，很多妹妹。觉得不用危险？为什么？你知道？现在疫情嘛，这东西很丑。我可以帮你带个干洗发。你怎样都长那样不是吗？传下来很可怕，对啊，传下来很可怕。开学都不想上课，你哪有？谢谢乖乖。我真的觉得是因为家里小孩太多，然后整个母爱大爆发，就是很常做一些像妈妈会做的事情，像碎碎念啊，我真的会碎碎念。眯一下，拜拜，赶快去睡觉。我知道桃园现在蛮可怕的，但是不管怎样，就是都尽量不要出门。
谢谢才十六，对啊。我要断气了，什么娘，谁的喊娘，我不是你娘。一颗是真的吗？是有的啊，只是因为太浅了，然后想要点深一点。三双超难画，我觉得怎样都很难画、欸，只要是眼线就很难画，而且我的眼皮这样撑开来，还有缩起来，所以我的眼线就会画得很粗。我今天画很细。眼线比较没水了，又要没水了。就是你看画那么粗，然后张开就这样，不别了。我昨天很好笑、哦，昨天在捷运上遇到两次玻璃碎掉的事情，平常都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哎。然后昨天就直接遇到两次，然后呢又走一走，我就要换车要回家，然后就遇到有一个人突然说小姐，然后说回头我想说干嘛，就说。他是做外拍的那种，可不可以？就是有没有兴趣让他拍这样？然后说不需要。然后后来我就，他就说可不可以跟你要 IG， 然后就说不行，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后来我一下到楼下，就是我的车来了，然后就上车。一进去就看到有一个男生这样子拿着手机这样子拍，然后就因为我看东西真的很快，我就往他的那个后面的玻璃，就是捷运座位后面会有玻璃嘛，直接看反射，发现他是在拍他对面的那个女生，虽然那个女生没有怎么样，他就坐在那边而已。然后呢，那个男生就在拍他，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去跟那个女生讲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因为我自己太害怕，所以我就先躲开了。可是我就想说，要不要就是打字在手机上给他看？结果我正要给，就是想要过去的时候，发现我的路被堵住了，过不去了。然后那个男生拍完他下一站就直接下车，然后就觉得超扯的。我已经第二次遇到是偷拍整个人的人了，上一次也是遇到过一次。然后后来我就一回头再往另外一边看，发现是刚刚
问我要不要给他拍照的人，然后就想说这个世界是怎样子，也太可怕了吧。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他是握着扶杆，然后我在他的右边，他是用斜眼这样看我，然后我都看得到他在看我。我就觉得我吓到这样，我昨天就吓到。虽然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就是一个感觉很害怕。然后如果遇到那种被偷拍，你们会讲吗？还是就是躲开这样？等一下，各位等一下。哦，今天眼线不错吧？真的，今天没有画那么长，就不会讲。刚刚说快来买泥合照片，看状况。我就要讲，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看一下那个女生是不是衣服没有穿好还是怎样子，但是我整个被挡住，完全看不到她的样子。一直拍得很怪，而且我刚好，因为我刚好经过他，然后好像刚好按到快门，然后就像有点躲开，然后就不爽的样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因为我刚好视线看到他，我就看了一下他，然后又看到他后面的玻璃，想说他是在拍对面那个女生吗？就这样正正好被我抓到这样。然后有一次是我跟法法在捷运上，去年的事情。然后也是看到，就我们也是坐那种三个人连着的那种椅子上，然后就看到，因为我是坐最右边，然后法法坐中间，他右边就是那个另外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就看那个陌生人在拍一个站着的女生，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看一眼，然后后来是那个女生就先下车了。我怎么感觉我人生中很常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之前是遇见就是一直搭讪我的人，然后怎样他都不想要离开，就觉得超怪超烦。那时候我才12岁，我12岁就在外面乱跑了，也不是说乱跑，就是也在外面活动这样子，但都是有目的的，不是说漫无目的在那边乱跑。然后就是在那个东区地下街，不是常很多人吗？然后
就一个人啊，他长得帅帅，但是他是女生，我看得出他是女生。然后他就一直跑过来搭讪我，然后我有一次直接打电话，然后我就说，我就这样子一直打，然后一直走掉，一直走掉，他一直靠近。更恐怖的，是啊，真的漂亮。前头没有没有，他把那个女生放大，没见过一次啊。如果是某些地方就。对啊，就是会很害怕，说到底是有没有攻击性的人。就很怕遇到那种有攻击性的。看跟拍照不同层次什么意思？拒绝后攻击，对啊。赶快上车吧！恭喜哦，翠翠。可是感觉都很痛。我是没有遇过攻击性，但是有。就是态度很差的，被我拒绝后态度很差。我之前在东区地下街也有被问过一次，可不可以就是拍照这样子，然后就拒绝。都是骗子，这样感觉早上是八成。我妈也都说那些都是骗子。当初也要签进来的时候，我妈也是很警戒性很高，但是。因为签约嘛，我的年纪不到，所以一定要有家长陪同，所以他就是没有到那么抗拒了，但是就是他就很害怕说这样。对啊，比较继续很多。还好我很聪明。现在就是犯罪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哪里都可以有那种诈骗集团之类的。聪明这个，哎，我真的很聪明吧？拍过照是吗？我没有跟你拍过照。我很聪明，好不好？不要不相信，
哪里聪明？我很聪明耶，我真的很聪明好不好？只是有人忘记事情，对啊，自己讲不可信。那我说我眼睛大可以了吧？像我觉得我眼睛也没有到很大。比例看起来是大的，六什么六？脸跟哎哎哎 ，Hello， 聪明丹丹，丹丹说自己很聪明，好乌瓜瓜，恭喜你啊！这太欧了吧？对啊，超欧的。我不聪明吗？你们看看林杰星，林杰星躺着中枪。给我把蛋放到微波炉里面，哦，真是快气死。没有，他有把蛋放进去过。铁心特例。啊！看不清楚，我们开发而已，怎么可以更好？谢谢阿 K 啦，后来他画到暴走，这很容易啊，就是画到眼皮上的话就很生气。很点聪明是不是？然后你终于说对一件事情了。
睫毛要夹还好啦，我不太会夹到眼皮。你看了吗？看起来那小子，我有看吧？我记得是我记得我有看，但我忘记你穿什么了。跟你们聊一聊，就画了很久。我很喜欢边化妆边看那种影片，尤其是 LNG，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LNG 的那个直播聊天精华，我觉得很好笑。阿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还敢跑去别人那边呢、啊？LNG。鸟屎六探老王这样，我觉得他们很好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阿悲伤也有上他们节目，现在才知道啊。小时候听老王唱歌长大的，唱歌真的很好听。擦也擦不掉，没说吧？有吗？我忘记了，反正是我没看过。哎呦，哎呦，哎，现在才知道，对啊，有那个鸟屎跟六碳喷去哪？我快要受不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就是很无聊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去看他们那种，真的会很好笑，很开心。尤其是他们的聊天直播精华，不管是哪一年的都很好笑。不然就是我笑点太低。
如果我31，干完一堆，对，真的很好笑。看你笑我笑得很开心。真的有要出门吗？晚一点要出门啊，不是吗？我今天要直播啊，我等一下晚上又要见到你们一次了。晚上要抽那个抽签。可是我还想不到要穿什么，你们想要看我穿什么？生日 T 吗？还是？不要猫脸踢，哎呦，找前面去穿生日 T。可是它的黑色的比较容易曝光，就是那个画面会曝光。我终于有一次的，终于有一次眼线是短的了。我每天画超长。一切都没有预兆，未来好不好？真的很怀疑，就是那种，其实我很羡慕日本人的睫毛，就是怎样都很翘的感觉。就那种大前辈啊，感觉他们睫毛都超翘，然后超长，刷起来很美。像是小栗有以前辈的，超好看。加一下可以，希望你就知道，就认真夹吧。我怎样夹都不会那么翘，短一点比较自然。我这样短一点，眼睛好像比较圆，对不对？就不会看起来那么长。好喜欢哦！我要练习怎么这样画这种眼，画这种眼线。哦，今天眼线好漂亮，今天眼睛好漂亮。傻的可以，去丢你更远，又一可爱，可
可爱啊，超可爱，他超可爱，超级可爱，谁敢说他不可爱？我扁他！做下睫毛刷不长，就是说说看。没有可爱，他比我可爱。你点我啊？今天也叫我画画，对啊，画满意了吗？终于画满意了。就是往下画，往下画比较好看，对。挑起来又太凶。画完了，上个亮亮。好累哦，画个妆，好累。今天眼妆好好看，好看，真是太好看了呀！可爱的圆，大粒子也是一只，再怎么不理你啊？不理你，为什么不理我？想一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万古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你到底想说什么？如果不跟我讲话的话，我就会直接说你到底要不要讲话，不讲话就滚，还是滚。不行啦，我没有要穿这件的意思。来这边不跟我讲话，那你来干嘛？我说个东西好不好？我说，现在好乱，看下去。其实我很想要现在吸个地板，但我现在房间整个狗毛。晚上想要看我穿什么、啊？不行，因为狗毛太多了，必须吸一下。都不知道我真的要走出去吗？后来我说想见会浪费，什么意思？ Yo Kent， 抱我什么衣服？蛮多的。反正被炸到好吗？怎么乱？还是我现在换那个生日 T 给你们看，你们要看吗？努比，后面没有衣服啊，这是被子。我很好，互穿。他应该不会想要穿我的啦，我的那么丑。
好，三四七，好，去看你们看。看，我想一下下面要穿什么。下半身要穿什么呢？好像没什么好看的。我觉得你要来在你们面前开箱。不要，我不想穿一样。我有一件新的裙子，我还没穿过，就先借给别人穿。它有点臭啦，但来不及洗了，我昨天才拿到。风格好像七七。什么风格？没有风格啊。其实我想要它更水蓝一点，就是水蓝一点，但是没想到印出来的颜色是这个颜色。没关系，还是很好看，很好看。来，我去换衣服，等我一下。不知道是我的腰真的太细，还是这个的裙子的腰比较宽，穿起来了，哎呦，嘿，给你们看，长这样，往后一点，嘿，哦，抽到，刚因为太漂亮了，要不然看多看了几眼，说在厕所换衣服的时候，看镜子多看几眼。
看那个腰还有一大截，太快了吧？因为我是拿 M 啊。可是我腰明就没有很细，而且我还有肚子。抱着我哭，反正我去睡觉了。牛皮短裤，什么是牛皮短裤？你妈咪像你妈咪很好啊，树啊，不是要太收拾，睡不是要太收拾，裤子太大。泥肚子，啥？人家泥豆子，你那边泥肚子。M 真的超大，但是我还是拿 M。我那时候在想要 S 还是要 M， 想一想，跳舞要穿的话，那就拿 M 好了，穿那样去。我也觉得，可是裙子蛮短的，其实。抱着我哭。我穿 S 就够，对啊，我穿 S 就够。你看，它是不是很长？哎，我的头发今天真的没有夹过，没有再吹过，哎，可是怎么那么顺啊？好爽啊，好开心哦，好棒，超棒的。它有点快要露到。也不是快乐，它有点像是屋后那一件的衣服，你们知道吗？就是公园那一件屋后 ，Tiffany 绿的那一件。我 M 觉得刚刚好，你是 M， 然后是 M， 我早知道了。来攻上一下。咬竹筒饭，你看，我是故意坐在心脏这边的，就它稍微低了一点，还是我穿太低。反正我是故意，谢谢虾虾，我是故意把它就是。画在心脏这边，就是放在心上这样。然后这个爱心是送你们的爱心。然后这个痣，看到吗？这边一颗痣。公饭买不到了吧？对啊，就是下一明年的吧，可能就明年。这个可以买。Hello， 反过来穿什么？是我错觉吗？怎么感觉这样？快明水浒。哦，因为我刚刚在看东西，就是我刚刚看我为什么没有充电到。它是裙子，没到画面卡住。哦，再坐后面一点。
让你们截图。也是有点暗。谢谢 Ricky。对啊，我真的往前了，但是。千万的关机。谢饭团。这样子好黄啊，我的脸好黄。抱起身体，我才没有抱起。哦，我脚伸不直了，好痛啊！这样做的好像蛮好看的，超痛的，超痛。幸福还是孤单？说那句话。
我差点曝光，还好里面是安全裤。出门再换裙子的，没关系，反正我等一下也没事。截图截到快手机空间不足，太多了吧？我再挑一下照片，一定可以有个可以删的。反正就是晚上七点半会有直播，我几点会出门我也不知道。干嘛？你想干嘛？变态！你知道美山直接上传云端，还有押韵呢。高雄马尔比亚。要压一下，压什么？十二都还要重新当机重开，所以没事讲，你确定？结果按手抽筋，开了可以拍，好哦。你们要听什么歌吗？
最新的你一张，等一下我看看。我要选妈咪在那个二周年的海报上面的动作，不然你睡着，没关系，你去睡。我发现二周年海报只有阿潘还有米蕾是没有露齿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首。二周年，对啊，就那个粉色那一张。没人用浪漫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百慕大那三角洲，是否真的有外星人？那位明星别跑多，丑小鸭变天，难得回头男朋友，你又为何那么 care？ 听说。听说总是喜欢道听途说什么那什么，爱成八块耀眼的你有没有、哦、有没有心就心风就风，只想那是没人有没有，不要再问了。晚安，这首国我幼稚园的歌。哎，乖乖，你就换了我的照片了，你好可爱哦！哦，这张好看哎。谢谢谢谢，乖乖，乖乖，你累，你要先赶快去睡一下，不然真的很累。好多丑傻鸭变天，那天会上男朋友，你为何那么 care？ 听说，听说。总是喜欢道听途说什么那什么，爱上八卦谣言的你有没有有没有，晚安做好梦。只想那声没人的有没有，不要再问了，你真的很啰嗦，我跟他到底有没有牵手，其实你骗我说有没有喜欢你，要你才破了头。我这时候要拿椅子出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跳了，这是我幼稚园跳的歌。你们知道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一个女生叫邵艺美吗？这首歌她跟我一起跳，之前去她家，她跟我小时候蛮好的。你好累，去睡觉啊！都换你用的，没关系。Happy Love， 我觉得真的用滑鼠画画很厉害。眼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有一个女主角叫做邵艺美。有没有，不要再问了，有没有，其实你骗我说你真的很啰嗦，有没有，还不是说说就能成功，有没有，哦有没有，心就心风就风，只想单纯没人懂，有没有，不要再问了，你真的很啰嗦，我跟他到底有没有牵手，其实你骗我说有没有喜欢你，要你才破了头。现在上课，拜拜。他的本名叫邵艺美啦，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戏名叫做什么。
爱不是说说就能成功，有没有？有没有？心就心，风就风，就像单纯没人懂。头变扁了，为什么？柯海欣的名字，我刚有唱啊。你才知道，真假的，没关系，你们可以至少了解一下。那这个 Google 啊， Google 就看到，他蛮可爱的，跳舞也蛮厉害的，也唱歌也很可，也好听。当机十年咯，真假的。把爱留在身边，窗外有个蓝蓝的天，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存一天，一天过了一天，我的日记却病恹恹。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一起动什么跳舞？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爱我的话要回答，我记得你的每一句话，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对，他是小周子瑜。过了一天，我的日记却病恹恹。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不喜欢你，从来不会说，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爱我的话要回答，我只等你的你一句话，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那我之前也配不会看，没关系，他去年年底左右才开始在演艺圈有比较多活动。是的，为什么？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爱我的话要回答，我只等你的你一句话，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可以追踪他的 IG， 很可爱啊，真的蛮可爱的，而且很瘦很瘦很瘦，很小一只。这首歌很可爱，不知道你们听过。一追很快呢，性情动作很快。可管不可以？你靠得越来越近，你眼睛在看哪里？想假装那么冷静。
怪不可以，更怪我生的美丽，才只有那么多情，小心我真的生气。太高了啦，我要唱经典老歌。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昨天的老照片，是回忆连接。可是被我们写成中文词的话，感觉又像新歌一样。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我觉得算老了吧，是经典歌啦。笨拙牺牲红色领带的肩，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了解你一点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脸，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错，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是你错过的大雨，那是你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你是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我可以边唱其他歌边跳 reset。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自然地站在镜子前，温柔牺牲红色领带的肩。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会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我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吗？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错，他又爱着他。那是你错过的大雨，那是你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我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不是现在那个疫情吗？我突然想到，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预言的那种预言家那样子吗？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印度吗？然后他之前就有说过，去年年底就会又爆发一场大的灾难，然后年底开始刚好又有疫情，就是大爆发这样。然后他说今年的话，疫情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但是其实还是有在流传，然后又爆出来，然后又后面又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就真的全部消失。我真的觉得要试一下，他说的蛮准的感觉。抱着你出镜，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因为他说会有一段时间又突然消失，很像没有一样，但后来又突然又有一阵子又开始有疫情，然后就到后来就直接全部消失。对，印度那个神童，用抱着我，这样也太重了吧！一万森林。应该可以一只手就抱起来了吧，我可能会先摔死。我说后来说不出说不出的实话，连我自己都很惊讶，面对最熟悉的你，曾经最熟悉的你，我竟如此害怕，我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的温柔，此刻我忐忑的心，你勉强的表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也看到天真的自己，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月亮会一直倒立，幸福的路径，月亮也听见你说。说你还一直爱我，梦里鲜红的蔷薇，这也是苍白的玫瑰，它躺在月亮上，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记忆里快乐在真切，早已被冷空气凝结，月此刻月亮上。只有定定的一个目的，守护着死去的爱。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你每一点的舍不得？面对这陌生的你，眼前这陌生的你，我努力冷静。就算我真的求你别走，就算真的勇敢的说出口。此刻我脆弱的心，你麻木的表情，爱情真的就这么从美丽慢慢凋零。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也看到天真的自己，还是我真的不能相信，月亮会一直倒立。我不知道怎么外星人的耳环不见了，然后我有一个耳环在某某那边，一副耳环。这也是苍白的玫瑰，它躺在月亮下，纪
需要曾经的真实的爱，只有一块我才能确保已被我忘记，只有此刻月亮下天定的一个目的，守着思绪的爱。我那时候生日那天是戴爱丽丝的这一副，当时你手中的那一束玫瑰，耳边轻轻说的那一句 Someday 至少你能不能别忘记梦里想。你看我这个就是阿姨买给我的，但是另外一边的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还没戴过，而且这个很贵耶。才不是说是呀，没感觉，他戴上去不会有感觉。其实我很不会扣这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镜子，好了，我看旁边。得到它合起来，我都不敢拔掉哎、欸。而且我因为上课的关系，然后不可以戴其他的耳环，所以我就一直戴着耳棒。然后就是有时候想要换都会忘记。好了，戴好了，好久没有戴珠珠了。对啊，现在没有镜子。被穿了几个月了、啊？那时候六月去穿的吧，六七月。六七月吧，七二一还六二一那时候，然后几个月了，应该是七。
其实播两点而已。七月这样就是八九十十一十二一，要六个月了，不会不舒服吗？我每天都在去动它，都在加班孩子。我每次都会播超过啊。超级滴滴，谁是滴滴？那你们看一下我的眼睛。谢谢 Ricky。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做了会错了，笑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让你笑着我的心如刀割，孤谁都觉得不及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让我看可以念吧，是不是肯定吧？这是谁啦 ？Ricky， 给我放一张超丑的照片，超好笑。我刚刚戴耳环的照片。好了，我要念榜了，念榜。播两个半，我每场都会多半个小时。第二十二名，这个是 Monkey 新朋友。第二十一名 ，ULTRAMN。第二十名杏婷，第十九名九蛋，第十八名刘建国，第十七名青苹果，第十六名内内，第十五名洛克，第十四名沙鲁，第十三名朱里恩，第十二名游戏 hero， 第十一名超哥，第十名柠檬，第九名空白，第八名尼巴基斯，第七名乖乖，第六名艾文，第五名阿基拉给我用那个天竺鼠车，第四名范腾，第三名若日一笑，第二名 Ricky， 第一名虾虾。哎呦 ，Ricky 挤上来了，若日一笑也挤上来了，哎，
耳机长心碎。我爱你。晚安，晚上见。没关系，八，我都爱你们啦。七，六，打打电话聊聊天，眼睛闭上，想要伸手的你。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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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觉的激荡不已，越感应半个湖明星不一样的自恋下，虽然帅不是第一印象，我却给你的我的家不一样的昂子感受，虽然感觉是你的感觉，哦，亲爱的王子殿下，四，三，二，一，你要换一张，我看到了。是我的眼睛，可爱。零，大家晚上见喽！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虽然有人一定会被挤到后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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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